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杂志票选百大微笑人物的阿水老师来为我们解说台江国家公园特色，欢迎。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说直接就是台江国家公园。那台江国家公园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黑面琵鹭，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它每年将近有2000多头哦会飞到台湾来。那各位知道它的闽南语怎么称吗？它叫做欧饼拉杯这个东西。那欧饼拉杯的是，因为拉的话它是搅拌，就是它觅食的时候，它在觅食的时候是呈八字形，在搅拌的时候会，它手指头这个嘴喙之前会有触感，所以鱼在那个漩涡的时候会被它带进来，带进来的时候它就含到它的时候就可以慢慢抛哦，慢慢抛，抛到鱼头朝下，然后它就可以含下去。那它是很珍贵稀有的那个生态，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各位游客如果有去那边参观的话，是需要有解说员哦来带领的话，你会看得更熟悉它，那你也会更爱护它哦。那欢迎各位来台江游览，来欣赏我们的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好，谢谢各位。